由中山高速公路接建国北路出口，至建国南路下高架接辛亥路直行，穿越基隆路地下道以芳兰路口约130公尺，右转284巷即可抵达二滨。由一高下建国南北高架桥之后，往基隆路方向行驶。请开大灯并禁止变换车道。停好车后，进入 T 厅。一楼至中二厅。